如果这事儿在美国，那美国一定判罚到这个书店倒闭为止，对吧？你比如我们说到我们身边的这六尊小沙弥，小沙弥非常可爱吧？一会儿我们镜头让你一个一个看。这个小沙弥是台湾的啊，一个雕塑大师叫林昭发，他做的。我当年啊，10年前我去台湾的时候，偶然发现，我是从台南入境的，在一个商店中一眼就看见了，因为我说这人做的有意思啊。当时跟着我的时候还有一个台湾新闻界的人，我说能找到这个人吗？他说我给你找。结果我们从台南经过台中到台北去，到台中的时候在日月潭啊，就碰到这人了，他给我找着了。他说找着了，一会儿林先生来跟你见见。我一看啊，林先生温文尔雅的一个人，他见了我就跟我讲了他创作的心路历程，怎么去做。你注意看啊，这些小沙弥所传达的这种内在的精神，不是我们这个浮躁社会有的，我们浮躁社会创造不出来这些。我跟林先生说，我能不能把你引进中国大陆啊？你能不能把中国大陆的独家的这个销售权授予我？他说同意。然后我们从那儿就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。那么这六尊小沙弥乃至后来他做的一切啊，这些在20年前林先生就开始创作了，对吧？今天你在全中国各地看到的所有小沙弥跟这些形象，哪怕他坐在树杈上的，都是林昭发先生的原创，但不能得以保护。我们为此打过官司啊，这官司我打了，我也赢了，但我不赢钱。我打官司的直接开销就将近100万啊，找律师取证干什么，花了很多很多钱，但你赢了官司并不赢钱，别人依然还可以侵犯你的这种商业权利，你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是赔偿制，对方这个就是赔偿你啊，他所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他付出的赔偿，我们不惩罚，不惩罚对方。打官司的这种赔偿制啊，是使中国的现任的整个社会侵权这个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本原因。西方是惩罚制，对吧？西方的惩罚呢，它不仅表现在民事纠纷，包括刑事。你比如前些年这个美国的这个影院的枪击案，是吧？那哥们儿啊，戴着防毒面具，穿着防弹背心，手持好几件武器，直接就闯入首映现场，造成12人死亡，70多人受伤，是吧？他因为枪支案和私藏炸药等等各种罪名，12项罪名判处什么呢？终身监禁，附加了3318年的刑期，没有保释的可能。我们现在就笼统的说，这人无期。所以我这时候也比较理解美国很多地方哈，就是这么大的案子没有死刑，你如果终身让他终老在监狱里，我觉得对他的惩罚已经足够了。那么再有就是民事纠纷啊，你很著名的一个官司，麦当劳那个官司，一个老太太啊到麦当劳里去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呢，那个咖啡的温度调的高了啊，按照当时的标准呢，当地的标准都是华氏啊，好比说155度，相当于咱们大概60-70度的样子，而供应的咖啡呢是华氏的180-190度，相当于我们80度的样子，就多了个10几20度。老太太不小心把自个儿烫了腿，起了泡了。老太太上来就打官司，结果法院判什么呢？判这个麦当劳赔老太太好几百万美金。我就听中国人说要是赔这么大钱，我自个儿就倒腿上了啊，到哪儿都我都认了，好几百万美金呢，我这辈子够了，是吧？然后美国法官说解释为什么要判这么多呢？他说的很好，他说不因为啊是老太太需要这么多赔偿，而是惩罚性的赔偿，我不惩罚你对你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今天中国的商业的这个官司中，如果没有惩罚性的这种条款啊，没有这种大额的惩罚，以致他不能承受的惩罚，我觉得我们的未来的官司会越来越多，我们的发明会越来越少，侵权会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。惩罚一定是要有意义，要有效果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啊，抄袭后啊，那赔偿有人上来就知道就会打官司一定输，但是他说等输的时候我已经赢了，我先抄。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大企业创新，除了华为以外，大企业你看有多少是创新的？
创新真正能做大的就是华为，所以我就非常佩服任正非先生啊，人是有哲学思考的人。我们的社会如果都能像华为那样，那我们的国家早就非常的强大了。所以我一直认为惩罚是社会进步的最好手段，最有效的手段。一个孩子成长起来，不是你诱导他成长，而是通过惩罚，什么不行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的司法上啊，如果有所进步，我觉得什么时候等我们的国家啊能够进入到惩罚制，我们很多侵权现象就会消失。创新是我们今天提的最多的一个口号，但创新非常的难啊，以致我们天天提创新却看不到创新。伴随而生的更多的是互联网加，好像今天的事情不加上一个互联网都不叫创新似的。那创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你啊之前根本就没有的事物，由你的这个创造出来的才叫创新。可惜啊，可惜我们生活中这种创新是看不到的。我们知道的著名的互联网的网站啊，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创新的。在我们之前，这些网站都有雏形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都是抄来的啊。我们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网站，而是其他国家没有的，那才算我们的创新。但不幸的是，我们这些大网站啊，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网站，都有前辈。那我们就想，我们今天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发明，哪些东西是我们民族创新的呢？我们不能一张嘴就提古代四大发明，对吧？现代的生活啊，我们今天依赖的，比如交通啊，我们的飞机啊、汽车、火车、船呐、啊，这些没有一个是我们的发明啊。比如飞机，我们都知道看了无数个纪录片了啊，莱特兄弟的发明，美国人。那么汽车谁发明呢？德国人啊，奔驰。今天奔驰依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汽车品牌。火车是英国人发明的，这人叫史蒂文森啊。轮船是美国人发明的，叫富尔顿。我们说的轮船呢，是指有动力的，不是这种帆船。那么电话，我们赖以生存啊，今天依赖的每个人都有的这个电话，最早电话是由贝尔发明的。电灯呢，是爱迪生，我们小学的课本都教过啊。我们今天能够在晚上，在任何地方都有光线，是因为有爱迪生的一个伟大的发明。再近一点的呢，是洗衣机、空调。洗衣机谁发明的呢？是美国人发明的，这人叫史密森。空调呢是美国人发明的啊，叫凯利。凯利到现在还是个空调品牌。自行车谁发明呢？有点说不清楚啊。这自行车但是肯定不是咱中国人发明的，不是法国人就是德国人。这是我们生活中依赖的一些啊，就是几乎每个人都要依赖这些这个新的发明生存。那包括我们自己穿的衣服啊，西服那肯定不是我们的，叫西服就不是我们的。我们今天最愿意穿的短袖衫啊 T 恤衫也是外国人的发明。包括衬衣啊，我们穿的衬衣，我这个是个半中不西的衬衣啊，正经的衬衣都是西方人的发明，它不是我们的发明。那我们的发明有什么呢？我们只好说我们古代有四大发明。有指南针啊，有造纸术、印刷术啊，还有火药。火药呢是一个伟大的发明，但拿鲁迅先生的话说，我们中国人都用它来做鞭炮了啊。那我们当代有什么发明呢？我们现在好好想想，手机也不是我们的发明，对吧？高铁也不是，但是呢这里有我们的创新。中国高铁用了很短的时间啊，凭借自己的创新呢，从技术的一个跟随者，现在转变为一个领跑者。现在我们都能从新闻中看到，中国现在高铁公司经常出国帮助别的国家建高铁啊。我们的这个时速啊，已经从16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以上啊。我坐过高达350公里的高铁啊，有一阵子降速到300公里，300公里也很快了。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火车就是70-80公里啊，咣当当咣当当啊啊，在火车上坐个住个几天都是很正常的。那我们的高铁啊，尽管这个不是我们的发明啊，但是我们有发明。我们发明是什么呢？我们自己啊自主研制出了呢这个一个东西，叫什么呢？叫中国芯。这个芯片比巴掌差不多大小，但是它是
高铁啊，大功率的机车中的最神奇的一个部件，它直接影响着高铁的列车是否能瞬间起跑，是否能这个舒适，是否能够稳定停车。所以日本有的学者就说呢，说这个动车虽然不是中国人独创的技术，但是高铁确实是中国人自己独创的技术。啊，我们今天觉得还多少有一点当代的东西让我们自豪。再有就是什么呢？电话啊，手持电话。我们知道有很多著名的品牌啊，苹果、三星啊，这是我们现在触屏式的电话最有名的品牌。其实还有一个也非常有名的品牌，就是华为，我们自己的品牌。我现在使的手机就是华为。那么华为坚持每年至少呢要把销售的10%呢投入到研发。过去的10年里，华为为这个研发累计投入啊将近2000亿人民币，对吧？那么仅在这个2014年啊，华为的研发费就高达400多亿。那400多亿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。中国人很少有自己办的企业呢能投入这么高达的费用。我们舍不得呀，我们在这个研发时候最舍不得费用，为什么呢？觉得这东西看不见，对吧？花这钱呢得让人看见。我不是说吗，中国人的这个理论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啊，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研发不属于刀刃，所以这块就不能过多的投入。不能投入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只能去抄。我们老说我们是专利大国，每年申请多少专利，那个专利大多数是没有用的。不要以为我的专利是有用的，很多专利是没用的，在专利公司就躺着，你也变不成钱。重要的科技公司的专利它可以转化钱，你比如华为吧，它向苹果公司转许可的专利有多少件呢？有700多件800件，对吧？苹果公司也向华为公司许可专利呢有大约100件啊，这听着华为的数量很大啊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华为应该是向苹果公司呢可以赚钱了，起码我说出输出的这部分是赚钱的。我们知道专利的许可啊，这费用是不对等的，不是说我许可的越多你就赚的钱越多，不一定，可能人家有一个专利顶你10个专利，甚至顶你100个专利的费用，所以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发明，有价值。那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发明不积极呢？也不努力呢？有两点。第一点是我们的发明呢就很难受到保护，在中国发明的东西啊很难获得巨大的利益，所以呢中国人就不努力啊，一般都是抄袭者最获利，所以大家都愿意去抄袭。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础的这个理论中呢投入不多。你比如你今天大量的中国人都愿意出国去读书啊，家长掏钱孩子出去读书，到美国的，到加拿大的，到英国的，法国的，德国的，哪国都有。你到大学一看，应用系的往往都是中国人啊。现在就是说学建筑的，学会计的，学法律的，出门就能挣钱的，有时候一个班啊，学经济的全是中国人。但是你到基础学科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中国人了。不能直接变现的，中国人都不爱学。我们这一代人知道，好像最后一个研究基础科学的就是陈景润啊，还有这个张广厚、杨乐啊，研究纯数学。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碰到孩子，我老是问他们：“你学什么？学数学的啊？你学数学，你是学应用数学的呢，还是学纯数学的呢？”大部分人还是学应用数学，就是我将来凭着我本事可以直接换一份很好的工作，挣一份很好的工资。如果让我清贫，我就不愿意了，这也是制约中国的发明的一个，就是一个原因了。所以你注意看啊，在西方的发明强国，它的基础学科的学的人都非常的多，但我们今天对这种很基础的学科，比如数学、物理的很多这个学科呢，就不愿意投入，也没有人愿意去学。所以我们，你听中国人说，我们这孩子考上了哪个大学了？你注意看他学的专业都是很实用的，你很少听到中国人的孩子考进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。为什么？那个大学他没有应用学科，他全是理论的，学理论有什么用啊？理论出来还让人家翻白眼儿，也没有用，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学。这就是导致我们的发明呢不积极，中国人发明是不积极。
除了这两点原因以外呢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抄袭别人很难受到惩罚，或者说很难受到很重的惩罚，即便接受惩罚都很轻，都能够承受。惩罚有两种，一种是可以承受的，一种是不可以承受的。什么叫不可以承受的呢？就是你这个企业如果抄袭，一定要惩罚你到破产，那就是不可以承受的。我们曾经啊在节目里讲过这个专利法啊，英国人最早发明的专利法在1624年，当时还是中国的明朝末年。那么之后他实行了100多年以后，美国人开始实行专利法，后来的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都开始相继实施专利法。在西方的强国中，最后一个实行专利法的呢是日本人啊，也是我们亚洲人呢。他颁布专利法是什么时候呢？是1885年，我们是1985年才颁布了我们的专利法，到现在不过就30年多一点，但我们实施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差，就是创作者的权利不断的被侵犯，不管是商标啊、商品啊、这个书籍呀、这个你的发明啊，随时都可能被人家侵犯。我今天为什么拿这么多小沙弥哥的纸，这就是被侵犯的一个例子，一会儿我们会讲，对吧？你看他们都很自在的在这很悠闲的躺着，但是他们都被侵犯过权利啊。我们今天你比如中国人的这个创作啊，比如文学创作，我们看到影视作品的创作，你让它出现一个新的题材很难啊，只能去抄，要不然就是反复的再拍，比如三国、水浒啊、红楼啊、西游啊，这些作品反复的被改编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些作品也没什么专利保护，我们都知道版权是有时限的啊。我们国家啊跟日本、英国关于版权的保护呢，都是在作者死后啊有一段时间，50年，超过50年你这东西就丧失权利了。美国人长一点，到70年，保护的长一点。那我们过去，你比如我那时候在出版社的时候啊，在出版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媒体的时代，并不是现在的这个网络媒体，都是平面媒体纸的，所以当时最流行的一本刊物叫《读者文摘》。《读者文摘》这个名字是美国人创的，对吧？这个美国的《读者文摘》影响了几代人，所以我们这个有一家出版社啊，也做了《读者文摘》，当时发行量最高的时候几百万份，那么后来就跟美国的《读者文摘》打官司，说你不能用我这名，这名是我在全世界都受到保护的。最后我们的《读者文摘》输了官司以后，最后把“文摘”两个字给摘下去了，就变成了这个杂志到今天叫《读者》。但是他没有因此倒闭，对吧？他今天依然活着，在今天的一个互联网媒体的时代，这个纸媒已经活得算是很好很好的了。那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一开始就沾了《读者文摘》的一个便宜。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啊，当时都觉得美国的《读者文摘》和《时代周刊》呢，都是高山仰止的刊物啊。那时候所有出版界的人都知道，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杂志叫《读者文摘》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抄了人家这名，最后也就是打完官司最后不使而已，也不能怎么样。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以赔偿为原则的，就是说你侵犯了他的利益，那他赔偿你点就得了，大家握手言和拉倒。那我们的专利中很重要的一项啊是什么呢？是药。药为什么要有专利呢？是因为药赚钱太多。过去有一句土话叫不劫道就做药啊，你不劫道去你就做药，这药跟劫道差不多，全是赚钱的啊。这个药到底值多少钱你不知道，但是药有一个问题，它的研发成本非常的大，而且周期非常的长啊。除了不重视的国家，重视的国家这个临床试验的时间就很长，所以它投入的资金成本就很大。它在当这个新药上市的时候，它一定要用高额的利润把早期的投入全赚回来。但是有人不买账，谁不买账呢？印度人就不买账啊！印度药最便宜。印度其实在知识产权方面呢，比我们还重视，比我们执行的还好，这是有公论的。但是他唯独不遵循这个医药的这个知识产权啊，
所以中国人啊，大量的，你看看新闻啊，大量的人跑到印度去买药，尤其买那种很贵的抗癌的等等一种药。你比如前一段时间魏则西啊死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吃一种药，这个药呢在香港要买是44000块钱啊，吃一个月，他吃不起啊，他只好跑印度去买，印度只需要5000块，但是不允许入关，对吧？我们也看到新闻，从印度带来的药在海关被查。他仿制药便宜，就是因为他的原药的研发投入太大，你没有投入啊，所以也没有时间投入，也没有成本投入，拿来就用，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发生一个冲突啊。我们今天啊，全世界啊，一般的这个药的专利保护期都是20年，它也不能让你永久的使下去啊。你比如我们知道这伟哥啊，伟哥这个药就已经过了这个专利保护期了啊，谁都可以去仿制了。但是在专利保护期期间呢，这个研发的这个种新药呢都价格昂贵啊，你的药的成本很低廉，低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是很清楚，它跟药的这个个体差异有很大的关系。那印度呢，它是不管那套，他不管你专利保护期，他直接就仿制。因为药的神秘就在于你知道了以后，这药就不神秘了，对不对？过去为什么有秘方呢？秘方就是不能让你知道怎么去配。据说这个西药啊，拿了一分析药，马上把这个药到现在的最好的化学实验室一分析，就知道你的成分。但中药就很难，因为中药很多药是在熬制当中发生反应的。那么印度不仅仅啊自己仿制这个药，他还规定他的仿制药还可以出口去赚钱，所以有些媒体呢就报道印度的仿制药呢60%以上呢就去了一些发达国家，包括去了美国、欧洲啊，去了日本，所以呢就打官司，打官司呢赢了也白赢，你赢不了印度的制药公司。因为印度人有一个道理，我觉得他道理呢成立，他说在生命和财产面前，生命比财产重要，所以我为了给我的这个穷老百姓治病，我就得这种贵药便宜啊！我们今天这个看病贵啊，这个吃药贵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。有时候我去看个病，拿个药，我都说呵，这药真够贵的。有的药呢，就是改一包装，我嘴巴里一嚼，就是过去那便宜的药。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药叫胃舒平，就胃不舒服了啊，拿一片搁嘴里一嚼，嘎嘣嘎嘣的咽下去，这胃就舒服了。这药呢，过去多少钱？1块钱一瓶，这么大，大棕色的瓶子。里头100片，1分钱一片。现在我买的那药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，我拿嘴巴一嚼吧，就是那胃舒平啊。现在呢，好像是好几10块钱啊，那么几片，很贵。美国最著名的制药公司辉瑞啊，辉瑞制药公司呢，发明了这个伟大的药啊，这药特别伟大，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这药呢，中国的俗名叫伟哥，它就是歪打正着的发明的。那么90年代初的时候，辉瑞公司是其实是做这个药呢，是治这个心脏病，改善心脏的负荷，希望延长人的心脏的使用寿命，你无非就是使这个血液流通的更快一点，是吧？结果没想到呢，本来想让心脏的血流得更快的，没想到这血流下面去了，是不是？他不了解这个水往低处走的这么一个啊常识，水就往下面走了，所以下面就变得非常啊舒服。那么这个药呢，当时给发放啊，因为他在试验期间是找了很多人用，他发放的时候忽然发现呢，这个药呢回收啊，往回回收，比如没吃完那块拿回来，很多人不愿意交出来，哎，就觉得很新鲜，而且不愿意交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男性，哎，就问他是怎么回事，后来发现这个药呢意外的有个副作用啊。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？有一个使过的人跟我说了一句话啊，他的副作用就是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此时成为冠军，对，它副作用就是这个。所以呢，中国人呢就起了一个土名叫伟哥啊。这个伟哥呢也是根据那个药名啊，那个药名英文药名的音译译过来的啊，叫信雅达啊，译过来叫伟哥。可是，一叫伟哥麻烦啊，这我就碰见过，我就真碰见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就叫伟哥啊，伟哥啊。再说中国呢，叫张伟、李伟、王伟的，他都会叫。伟哥，人家说伟哥来了，结果这药一出来呢，不敢叫了，只能说张哥来了、王哥来了、李哥来了，不能再说伟哥来了。所以伟哥进入中国以后呢，他要翻译名字呢，他跟这个广东一个公司打官司啊。那个公司先把伟哥注册了，甭管他是恶意是善意的，反正你注册不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好新起名字。
新起名字怎么起呢？还是按着音译。一开始有个人说，你不就是伟哥吗？有人说，我给你翻一个比他还强大的一个名，叫威尔刚啊，威尔刚，威猛还刚强。人一听说你这不行，你这太生猛了，听着跟钢铁侠似的，这药吃下去威尔刚不成。有人就提出来说，就换一名，换一名还按着这音译，叫万艾可。万艾可就是一万次爱都可以啊。人说不行，你这个太露骨，你这个啊不行。后来有人说这万艾可这个啊感觉还行，就最后把这个艾改成了这个艾，艾草的艾，以草头艾灸的艾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名字叫万艾可啊。好，这药呢到期了，专利期一到期是所有药企的一个福音啊，他们都欢呼雀跃，说终于有一天我们熬到了啊。万艾可到期，专利到期，我们都可以去造这个小药片了。蓝色菱形的小药片啊，他们不知道这个药啊，配方专利是到期了，但这外形永远不到期，所以您得改颜色啊，你得改形状。你想想，大家都建立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啊，万艾可是一个菱形的蓝色小药片，神奇的小药片。中国人行，中国人一想。中国人反正不能把这东西改成黄色的啊，因为黄色的有歧义，到时候一扫黄给扫没了，所以就改成了粉红色的，也那样啊，起了一名，这名起的艺术，叫什么呢？叫金戈，啊，不是伟戈，是金戈。戈呢，就是枪，扎枪啊，戈，金属的。那戈和枪是同。这个同一个意思，所以呢也叫金枪啊，就是金戈。中国的所有的药企就欢呼雀跃的把这种药改头换面的，现在都可以卖了。那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，它一定是价格一落千丈的。过去那很贵啊，我也不知道有多贵，我听人家说特别贵，吃一回很心疼啊。但是呢，据说有神效啊，咱也没吃过，所以不知道有多大的神效。但是那句话令人遐想，就叫任何人在此时都可以成为冠军。我们生活中，比如我生活中就遇到过很多侵权啊，侵权最多的就是著作啊，我的书被抄的到处都是，哪儿都有，谁爱抄谁抄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诉讼。我为什么没办法诉讼呢？是因为我在诉讼中什么便宜的沾不着啊，全是让你生气的事儿，你也不能通过诉讼啊，弥补你的损失，你还找了很多气声，所以我就干脆在书上这一块我就彻底放弃了。所以被人家抄的啊，我看到有人拿到这个盗版书找我来签字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本人不在盗版书上签字啊，以示清白啊。那么我曾经啊，在一家新华书店里就看到卖盗版书，我一看盗版书吧。我当时就愣了，那个盗版书明显的是盗版书吗？连这个尺度都不一样，跟那个开本都不一样。我拿起来一看，哎，这盗版书卖的比正版书还贵，这有点当时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原来认为盗版书一定是要卖的比正版书便宜才好卖，它为什么卖的贵呢？我慢慢才明白这个道理，因为这一类的，比如收藏类的书哈，它的购买者。是刚性的，他要不然就买，要不然就不买，他还不在乎你多个十块八块钱，对吧？他不是选择性的买，因为这种书只有这一本儿啊，就是写过去写收藏的，除了我写，没人写。那么你的正版书，当时比如那个说收藏零八年出来的时候，一本书第一本书29块钱，29块钱呢，按照出版社的这个6折6-7折批发给新华书店，他卖一本书大概挣10块钱，但是盗版书卖39块钱。他大概批给新华书店就是个，最多对折，甚至4折，甚至3折，所以他卖一本书挣20多块钱。那我同样卖一本书，我是愿意挣10块钱，还是愿意挣20块钱？那是个傻子都愿意挣20多块钱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会受到惩罚。如果他受到惩罚，他就不敢了。比如我在新华书店看见了，看见这书里，我数了数，15本。如果我想诉讼，这个程序我都懂，我先得请。公证公司来证明他卖过这书，我得把这书买了，找他开完发票，把发票保留，然后我可以提起诉讼。提起诉讼以后呢，最多你就被判罚这15本书。如果你认为他卖了很多本啊，你要提供他买了很多本的证据，那我上哪儿找这种证据呢？
对不对？我说我认为这书店卖了好几万本，那我没有证据啊，我不能天天守在门口搜集证据啊，但是这也不值啊，对吧？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制度就是赔偿，就是他侵害了你多少就赔偿你多少，而且他侵害你多少你来举证，